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，辞职以后就发传单。我发传单怎么了？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您看一下，我们这有很多，哎，您看一下，我们这有很多旅游项目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哎，先生，来看看我们这个港澳台。小姐，来，你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正好日韩海外线路吐血价，哎，来您看一下吧。 阿姨，你看一下吧。正好暑假了，看一下吧。哦，那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好，看看这个。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，辞职以后就发传单。 我发传单怎么了？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为什么要？究竟辞职了？这跟辞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难道你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吗？放手！不，你告诉我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说，你说呀！你干嘛呢？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，阴魂不散呐！我告诉你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 这是我跟宁夏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有什么资格阻拦？喂，你们给我放手干什么呀？够了吧！赶紧给我走！小夏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在这儿总来的。赵总，咱快走吧，还得赶飞机呢。快走吧，走吧。滚！别让我再见到你啊！ 看什么看？ 别发了，天那么热，回去吧。啊，小夏，回去吧。哎，小姐，你看一下吧，你看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特别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你看一下，你看我们。来来来，看看一下啊，那个旅游线路啊。来，先生看一下，特别有优惠啊。小姐来看一下。 这份工作是你介绍的？我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？哼！什么破工作，这么大热天的还不中暑了？ 单桥，宁夕，这么巧？啊，公司派我出差去香港，你……哦，是吗？我三点的航班。这么巧，我们坐同一班飞机。哦，那方便的话，帮我取登机牌。好的，谢谢。 登机牌，谢谢。这是你的，谢谢。嗯，好吧。好，走。哎，你好，先生，你看一下这个吧。哎，你好，台湾游，看一下，价格特别合适。哎，你好。
喝点水吧。给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 发展够快的呀，都一起去香港吧。先生你好，你好，帮你办理入住，稍等一下。 先生几位？一位。这边请。谢谢。一瓶威士忌，谢谢。好的。 秦昊就是我男朋友，所以我们还结束关系吧。不，你在骗我。我没有在骗你，这就是我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你要钱是吗？好，我给你。 这些是你的加班费和补助费。